彼得公台严正超速促成的交通事故，平潭县政府警察局加东乡台一线的整批跑脱，韩国长沙乡台26线暂时压接，加沙的科技执法期间测速，去年严正执行中苏北地南线地下化工厂前片段执法，由经济部标准检验局检验合格过后，对2年13经营起始恢复启用执法，希望加强加沙县查核速度的管理，减少交通事故的发生。这是个大学生，用时速180-190公里去撞到这一台车。平潭县警察局交通队暴风查上乡台26线江山团，因为车速所促成的交通事故，考量到台26线江山团的路法南下路段有过大查，从头因为查速太急，使得交通事故一再发生，说明科技执法期间测速有恢复执法的必要性。平潭的一个就是第一个直又宽，当然速度就快。啊，这部分就是我们就是说用速度的管理来降低我们的车祸的一个肇事几率。平潭县去年三月初一启动上降期间测速路段，分别是新桃台一线加东站批跑脱台26线江山段，还有南回公路台九线错铺沈阳三龙，其中江山段提起用五张页地板开出了高达35,519件的罚单。本月按到平潭县期间测速集体网，本名一台宝马还得惩罚平潭县。外地的民众，他有很多女士在那边旅游，这些旅游的人次甚至是在地居民的100倍啊，对。然后所以说，这样100倍的这个车流量，他如果没有被一个有效的约制他的速度跟行驶的行为的话，那会造成我们在地人更大的风险、更大的危害。平潭县警察局表示，数据显示，凤山乡是全国每千人交通事故死亡人数最高的乡镇，设置速度管理设备，对降低事故死伤严重程度有帮助。特别将会对2月13日开始恢复启用期间测速，呼吁驾驶人养成良好的驾驶习惯，做唔得违规测速，共同维护道路交通秩序，确保行车顺畅同交通安全。客家新闻潘胜峰频道报道。